青少年组，他只有一位，那他叫做他叫做文月，陈文月，目前呢升高中三年级，确定有可以升哈？啊，不是，这个问题没有礼貌。好，升高中三年级，那他要带来他的创作的歌曲，香港朋友们，我们他要自弹自唱，给他一个最大最热烈的掌声鼓励，欢迎他，文月。今天唱的第一首歌叫做《小王子和他的玫瑰》，找这首歌是他我的朋友写的词，然后帮他想曲，然后分享给你们，谢谢。
谢。然后我三首歌都是我自己写的，对，就大家安安静静的听，分享给大家，这样就好，谢谢。好，我第二首歌叫做 I Can Change My Life in Different Way， 对，好，分享给你。I can change my life in different ways. I can change my life in different ways. 我无法改变世界，但我能改变我自己的心。试着改变周围，但我发现我自己没能力。真的不容易，有很多的问题，但至少我曾经经历。但我能改变我自己的心，我试着改变周围，但我发现我自己没能力。就差一点，我不会倒下。
谢谢。最后一首歌是写给我父母亲的，然后这首歌叫做《光》，光，分享给你们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文月，我们带来好听的创作来跟大家分享。
那自弹自唱在台上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，还有非常多的训练。那我们呢，谢谢文乐带给我们这么好听的音乐。那。